他早把你埋了，今天早上我们刚成家的。搞得像两个人臭皮匠。说好的，我动手，我哪一半的啊？放心哟，我的天。哪个人都不是，那表示就能行。张大哥，你把他搞了。你莫看到我，你莫看到我，你莫看到我。你要不要管我嘛？30万，好，我给钱过一步的。你融资交期的。还不存下子我。妈，我觉得上次我是不是有点不妥啊？这个我是不妥的，他上回就跟你吵。我是说，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让他妈不晓得。我妈说，你是不是还要搞啥子？害怕，比才搞下那种。搞根烟。不追究。